originated in UK.家都向往朝圣的地方，桑塔纳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车型 ，KGO 一个广州的改装店家 ，Kelvin 和 Jeffrey 两位汽车的玩家，全部加埋一起就是驾驶一部气动改装的桑塔纳，穿越亚欧大陆，横跨六个国家，14000公里，驾驶超过190小时，我哋做到了。跟大家聊一聊这次德国的这次欧洲之旅的一些经历啊，不只是德国啊，德国、意大利还有奥地利，我们一共去了3个国家，所以这次去呢也是去我最向往的一个聚会——沃尔特湖的聚会。对于我这种大众粉来讲啊，
那个是这个聚会是终极的天堂聚会，对我来讲就是天堂级的聚会，最完美的聚会。但是我去了以后呢，发现了很多问题，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。总结出来几点呢，我给大家说一下分心得吧。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聚会它非常的非常的分散啊，你就基本上就属于啊，我车友之间开辆车去了，几个朋友一块去，去了以后整个一个村庄全部都是玩 VG 的，全部都是玩高尔夫。但是呢就是它没有一个完完全全官方一个就是有官方 GTI 它有个官方的放在那个地方，是作为一个他们一些发行一些什么限量版的车型啊之类的，但是他那地方并没有很多车友的精品改装在地方给你展示，所以基本上车友改的好的或者是很精品的车，它全部都在整个城镇上分散，而且你要靠运气，它不是说是你今天去了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所有你想看到的车，不是的。那基本上你一个礼拜你要在那待一个礼拜，然后每天都在那个圈子里面晃来晃去啊什么的，你可以看到很多精品车。但如果说是你只是去一天时间两天时间，我就去专门去为了看好车而去看，绝对是看不到很多好车的。所以这是我个人的经历，就如果说是你想去参加这样的聚会，最好的就是你要有一辆自己的改装车，然后开着它跟一帮朋友去参加这样的聚会。所以这种跟对于我们国内人来讲的话，想完完全全去实现和完完全全去感受这个聚会其实是挺难的。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比较遗憾的地方。你比如说你去什么 CIMA 美国的 CIMA 还有英国的一些改的比较好的聚会，这些聚会我都去拍过啊。这些聚会呢它就属于官方在车友之间已经提前选好了该选的车，然后呢一个很大的场地里面全都是这些改的特别好的车，你就可以慢慢的去欣赏，就从欣赏的角度去参加这样的聚会就没问题。但是沃尔特湖的这个就不行，所以这是一个我比较遗憾的地方。那你要说这个聚会是不是就是所有的朝圣的人或者是所有喜欢 VG 的人最应该去的一场改装聚会，我觉得它是绝对值得去的。但是呢作为纯欣赏的角度去的话，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好的聚会，但是它绝对是 VG 里面最牛逼的聚会，所以说这个聚会就这样一个情况。然后呢还有一个经历呢，就是我们去欧洲呢，在意大利的时候经历一个小插曲，就是我们刚一下飞机，然后呢拉着很大的箱子还有一个小箱子，两个我跟我老婆俩人一起到了意大利以后遇到的经历，就是我们在米兰的广场上面刚一去那儿不到10分钟左右吧，然后我们俩在拍照呢，还正在那正高兴着呢，然后呢上面全是很多很多黑人，老师过来问你说要不要这东西，要不要东西，然后呢我们就属于拒绝啊，不要不要不要。后来我们就刚好停到那个地方，然后呢就是两个人准备要拍照，结果一个黑人就跑过来了，哎，你们是中国人吗？怎么地？然后我们俩就不理他，然后他就一直要在我们旁边就要跟我们聊，没办法。后来他就手上拿了好多那种小红绳子，然后他就把那个绳子直接先放到我老婆那个胳膊上面，就我们大家还没反应过来，他已经把那个放到他胳膊上了，然后他就立刻躲到后面去了。他躲到后面以后，他说那个没事，这个我送给你。我和中国人是很友好的，你们是然后怎么地开始跟我扯，扯完以后我说没办法，那他都已经放到我老婆胳膊上了，我在想，你说你把它放下来掉地上，他肯定也有理由，但是你把它不那个什么的话，你就这样放着，他肯定就有办法去那什么呢，所以就很尴尬。当时我在想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，但也没办法。然后那哥们儿又过去又把他一记，记完以后呢，又给我胳膊上又起了一个手，反正当时就很尴尬。那后来他就说。我俩的记完以后，他把那个夹子把那个一剪以后，然后立刻就翻脸，说20欧元，给我钱。我当时就说，我说没有那么多钱，我说我最多给你两欧元。他说不行，你必须要20欧元，我给你两个。然后呢，他说没事，你有多少钱我都能找。他啪拿出来一把钱跟我说，你要多少，我能给你找多少。没办法，当时我一看这种情况，他就把你讹定了，而且你两个人手上都已经绑上的东西了，你也不好解释了，所以当时我们觉得不想闹事情，所以我就给了他20美金，当时是让20欧元，给他了个100，他给我找了80，就很尴尬，他们感觉他们就是这样在做生意一样的坑你，所以他也不是抢你，警察就在20米开外，但是根本没人管。满整个米兰广场上面全都是这样的黑人，所以欧洲啊，这个在米兰给我的印象就特别不好，但是在德国跟
奥地利我就没有遇到这样的事，而且我觉得德国跟奥地利真的，我觉得这个国家真的非常挺好的。那它整个的那个环境呀，包括人的那种感觉呀，不是说你到了意大利以后有一种很强的防范意识。在德国我就没有那种感觉，我就觉得很舒服，感觉你看到每个人也都很友好，但并没有让你感觉就是有在意大利刚一下飞机那种感觉。所以基本上这就是我们这次去欧洲的两个比较重要的事情，给大家讲一讲。OK，peace。